铁皮天花板严重崩落，石块掉到地面，屋顶支架部分以左上右下方向直接往地面上插，导致天花板破一个大洞。从那边拆吧，从那边拆，从那边拆，对，从那边拆。拆下去的时候，它只要收工。基隆市民体育活动中心因为漏水严重，去年七月开始整修，上周五进行拆除天花板作业时突然崩塌，造成一名工人受伤，市府勒令停工。礼拜五下午厂商分包商了，分包商他在针对一些现在看得到一些在行架上面的一些线路啊、灯具啊，先做一个拆除动作。那现场也有吊车配合一个作业。那目前我们看到它的破损点，目前初步原因大概是支撑的那个螺栓都已经锈蚀，多年锈蚀了可能这边在解除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拉扯力，加上这种锈蚀加上这本身也是长垮距的一个结构，中间都不能因为配合网球打你也不可能落住那最后还是以结构技师做一个初步判定为主这大概是一个等结构技师再看看有没有初步的一个分析的原因，那我们会配合结构技师的建议来做一个安全上的一个修正后才同意他开工。市政府督发处邀集了市立体育场、台湾省结构工程技师工会与施工厂商等单位人员前往活动中心会勘，主要针对坍塌的原因、未来施工步骤及改善进行检讨。这个柱子的高度变成两层楼高了，你看了，原本底下有一个看台可以帮忙支撑住这个柱子，现在那个因为这边看台拆掉，因为整个柱子变两倍的高度，然后刚好因为这种钢架它会有一个往外推力，所以可能就是这一拆掉以后，这个推力往外推，那柱子又变长了。所以变成它柱子的承载能力不够。今天会邀请技师跟结构技师工会跟建筑师工会至现场现勘，主要是厘清之后后续他们针对目前已经坍塌的部分的相关处置，以及后续他们在复工之前他们要提出相关的改善计划之后，在安全无虞情况之下我们才会允许他复工。基隆青少年网球发展协会的主要的基地，那就是昨天也是听到这个天花板塌下来的这个状况，然后今天就来关心。然后因为青少年网球发展协会在训练的时候，其实很多地方的天花板就已经在漏水了，所以它的那个天花板就已经就是衔接的部分就是不是这么的坚固。确认安全以后，我们再来做一个复工，安全以及呢完工迅速的保障是我们市民所需要的。这项工程去年七月开工，九月间地震之后，技师发现结构更加恶化，因此变更设计，追加经费到一亿元。停工三个月之后，今年一月复工，预定在今年十二月完工。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